好，我他帮你猜不讲不讲，你都不知道是套娃。他帮你猜那个柜台王这一题，你又快买了。含这个吗？不含。对啊，它是一整体的。这样啊。嗯。好难猜哦，你们没买过，我不知道。你随便喊一个数字啊，我就给你。三千。不，它小七千。七千哦。哎，它一般大概就是要两三万，正常来说啊。我知道的淘宝是它会附什么螺丝钉，但是不会有锁钉。我们这个都要自己组装。就是它不会有锁钉，就是你要锁上去的时候要想办法。